好波运到两只，黐孖筋运到两只，顶你喂！呢只达摩咁劲嘅喂，改劲咗喎！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天神国。咁继续咧，咁啊玩呢个试炼之境。咁啊时间无多啊，大家把握机会咧，我有咁多玩咁多啊。咁我都唔例外啊。咁中意记得订阅天神国，同埋记得俾 like。咁我哋依家嚟啦，宋远桥、英姑子、三龙王子、三龙王啦、啊，黄蓉啦、啊，哇，你老板啊，喂，搞咩啊呢度？唉，陈元峰，又处机。哇！呢啲开心三拣一啊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？哇！老母西元真，老母西，灭绝，小超，周知啊，真系开心开心三拣一，天玉真啦，唔使谂佢。哇！咁样啊，即系临尾俾翻啖砂糖我。咁就睇下先，我有天竺真，我有小超两只一齐上啦，咁啊有灭绝啦，咁之后林朝英定系范瑶好啊？其实有陈元峰，不过冇啊，冇得复活噶，依家哇好棘喎！黄药师啊嘛，整个持续伤害队出嚟啊！好开波，咁我教翻三倍速俾大家。好啊，嚟啊，我系先手。冇啊，其实我阵容选择都唔多，呢个算系几完整，我觉得。天玉真妙手人心，起码开一开咁顶一顶佢球败。嚟啊，拜月神掌减伤啊，灭绝佛光普照唔俾你出技，嗱出唔到技啊，独孤球败 ，OK 啊，其实弹指神通，嗱睇下佢烧咗几多啊，有米啊，黄药师喺度，呢个持伤队唔差噶，真系唔差，我觉得。但系哇咁差话唔差，你要赢一铺俾大家睇。喂，闪避几多紫衫龙王都 OK 啊，真系得噶啫。灭绝尸体俾人冰咗，冇用啊。佢摆尾壶咧，林朝英冇用噶，你咁样冰唔住人，你摆前啲嘅，一定要林朝英。唔通再嚟，我顶佢走死咗，复活冇事，再回一回血。好啊，嚟啊，到我哋发威啦！依家我哋都满血啦，基本上佢系残血嘅。佢呢弯 KO 唔到我，我哋啊 KO 佢搞掂咗个求千人先，之后佢就即刻嚟个化一技林朝英，我闭月神掌，沉默欧阳锋，再嚟个弹指神通弹落去，你大镬啦，烧佢！哎呀，烧唔死，烧但系烧死咗一只，佢前面嗰只独孤求败争啲，晕咗两只啊 ，OK 啊，玩落，哇顶又走，冇事冇事，紫衫龙王 OK 嘅，顶得住。白花掌嗱，持伤队有得玩，所以讲。闭月神掌沉默咗佢，见唔见到啊？紫衫龙我 OK 啊，因为唔好睇笑。如果冇得拣，都可以用。我试过嘅，之前喺六福搞掂，都赢到啊！即系牌面上我哋系弱啲嘅，我哋个阵。啊，再嚟啊！佢对面有林朝英，有欧阳锋嗰啲咁样嘅夸张啦，但我哋都 OK 啊，依然。好，我拣先，咁一定怼啊小超，咁啊靠你啊黄蓉，顶住啊！剑指明月，到我哋，我哋仲要后手啊，咁惨啊！我拣师冇着数啊，佢乾坤大挪移，唔好清路，再嚟白刃影人，弹指神通，我顶得住，顶得住一下，顶唔住第二下，佢仲要找两次啊，死人周知啊，劲多，妙手人心。灭绝尸体被人冰了，乾坤大挪移打不死杨过，但系冇办法啊，冇。而家你拎咗天竺真仙都有机会咧，冇小超真系冇价讲话有杨过，哇顶，诶都可以打下嘅咁呢队。我又唔覺得好差嘅情況啊！黃三女，不過佢上埋周子若有啲麻煩咯。如果周子若我，唉，真係周子若麻煩啲咯。試下試下，繼續試下我呢個陣，冇計啊！佢都要頂硬上。天竺真你頂住啊！佢先手啊，仲要佢先冰我一隻啊，可以
即係睇彩數，啱啱全部抽呢堆，唔係神話，唔係神話，唔係神話，啲唔係神話角嚟嘅，頂你我成個陣得一隻神話，黐黐地線，打條毛嘅真係，俾條毛嚟嘅真係，學認真毛講，啊就咁啦，楊逍換三女，嗰個武林朝英都唔係咁惡嘅，當玩紫衫龍王俾大家睇啦，劍指明月。我又嚟，就杨过先手兵，兵边个咧？灭绝唔好俾佢兵住，好噃，俾佢兵到个 P K， 唔好晕，冇事，拜月神掌，佢有九阴白骨爪，佛光普照唔俾你出技，再嚟，弹指神通 ，O K 回一回血先 ，O K 啊，暂时打，打个天竺针啦，哎呀唔晕嘅喂，顶。晕咗喂，喂一只晕唔到，搞错喂，晕咗，喂天竺真大佬，又搞个灭绝，沉默你啊，侮辱啊喂，杨过，哎呀，又找我，我杨逍就死啦，死咗杨逍，剑指明月，佢又剑指明月，打打我。晕啊晕啊，你个癫佬唔晕，哎呀冇冇冇，哎呀我输啊，咁我小超，哎呀小超回唔到血，哎晕咗周子阳，关键时刻晕咗，晕多只啊大佬，晕多只啊赢啊喂，唔系争好远啊，加油啊加油，紫衫龙王好波，哎呀灭绝佛光普照搞掂咗小龙女。弹指神通再嚟，哇哇哇搞定，诶都得都得，嗱呢队唔差啊真系，我唔上黄衫啊，一个 K.O. 我成队大佬，搞掂，哇咁样都两胜啊，大佬一只神话一个，再嚟，好难搞啲小超啊，小超先有冇天竺真咯，都冇计。例牌揀啊，佢仲要先手割正，唔使打，其实真系冇办法，咁样啦，我又，我揀周子啊，我唔俾人用，你周子有一只 KO 我嘅，唔要周子啊，我唔俾人揀，我呢个系为咗达摩唔好秒我得，顶你达摩平时你唔发威，你咪打我先威啊嘛，哇，搞掂咗佢达天竺真啊，黐黐地先，哇佢达摩。人哋的达摩唔会令你失望啊！果然，百花掌回一回血，哇！我惊毒死呢铺，毒死啊！毒死啊！毒死啊 ！P K 咧，我周知啊！复活，喂佢达摩点解咁夸张嘅？喂，唔系咪我认识嘅达摩嚟噶呢只？周知，搲佢！哎呀，顶争少少回满血，死咗啦！死咗佢只郭靖。剑指明月，大家觉得六死谁手咧？我挨唔挨得住啊？即系睇周子啊！我顶冇啊！玩完，顶你喂！呢只达摩，呢只达摩咁劲嘅喂，改劲咗喎！之前边有咁痛啊？佢改勁咗，我肯定啊！呢只達摩冇咁勁啊！之前你老闆個官方改勁咗只達摩，因為我六服之前你睇翻我啲 replay 啊，我六服用只達摩係打唔到人哋嘅，我一三分一血都打唔到噶，黐孖筋人哋嗰只又咁勁，人哋嘅老母西都可以暈到我啊咁樣，哇！頂你黃藥師啊，同我爭頂你個肺！我真系好失望啊！对你，黄药师你都争黐线啊！我啊冇啊冇手无搏鸡之力啊！呢一铺我啊陈元峰都冇 Q 埋，好嘢！咁即系逼我出绝招嘅啫。我冇绝招啊，但系你逼我啊！你老母啊，边你？你一系逼我，你逼即系逼呢个穷狗入行啊！冇办法，系你逼我的，
唯有使出我殺手鐧老母西，直接一嘢暈曬你成隊。嚟啊！大家經典一刻，老母西究竟可唔可以帶領我勝利呢？好啊，嚟啊！紫衫龍王，八月神掌唔好出嘅啊！你出咗都係。好波晕到两只，黐孖筋晕到两只，佛光普照，哇，做到嘢啦，我老母西啊！小超百花掌回一回血 ，OK good， 哎，沉默到，哎，但系冇用，吓，仲晕紧我，哇，顶你喂，老母西，不枉我对你一番栽培，好波，好波，黐线奇迹之胜利喎，呢一场系。白花掌再嚟，吹心掌，剑指明月，哇！你系咪耻辱啊？你败喺我老母西底下，你系咪耻辱？佛光普照，冇问题啊！我哋呢度，我仲有老母西未出嘅，我有老母西嚟啊！运你，哎呀顶啊！甩拖添。再上，再嚟 KO 埋你只鹰菇，嚟啊！催心掌啊，继续，继续啊！我要老母西，搞掂！哇！我要老母西赢一场啊！喂，值得记啊！呢一场大家真系要睇。